主料，土鸡一只，辅料，板栗，盐。准备时间，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，30分钟到1小时。土鸡一只。处理好，内脏和肉分开，把剁成块的鸡肉放高压锅，添入没过肉的水，放入包了皮的板栗，设置炖肉键开始工作。炖好后放入适量盐，拌均匀即可上桌。烹饪技巧，如果喜欢有嚼劲一点的板栗，可以先炖鸡，炖至鸡成熟的时候再放板栗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